这次发射的太空火箭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探测高度提升了。我们原来在200公里附近，那么这次我们增加了一级，就是两级火箭的推进，增加了100多公里。在我们国家呢，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高高度的太空火箭。 在"十三五"的科技规划当中呢，我们规划了这个发射场呢，每年还要打1到2发，甚至到后期还会更多一点的这个太空火箭。未来呢，我们可能还会发展这个返回式的探头，那么这个探头还会回收，回收以后就会开展一些生命科学实验和一些微重力科学的实验。